从选完队长就会是整个团队很微妙的变化。谁写那么小啊？梅贤志一票，庾澄鑫一票，女生选手啊，小豹。不是我自己写的哦。从选完队长就会是整个团队很微妙的变化。谁写那么小啊？梅贤志一票，梅贤志一票，这么小。庾澄鑫一票。好，慢。女生选手啊，小豹。不是我自己写的哦。哎，王晨，好球！好球！哇哟！哇！打针被打出场了。好球！哇！结果加油！先来进攻 ，K 拳秀。哇！这个球。转身，幸福球爬出来，再进球，再撞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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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撞。那队长就是撞撞。又被掰换掉。色闪电连拿三座 MVP， 壮壮当选首位女队长，扛起流言蜚语。太强，没有那么夸张啊！你们那很不错，你看你们正中哎，一个叉，都黄了，你自己看，全部都黄了哎。拜托，看完你们上一次把人家剃光头，没关系，我先让他高兴个几周。我们这一周真的很想剃你们光头。剃啊，你剃啊！今天让你剃光头，我在这边做100个福利顶层。其实我很注重团体练习的时间。团练两次没来，基本上下周的项目只要有比赛这个项目的，你这个团练的项目没来，我就不会让你上场。小小郭威严压境又被剃光头，果真不容易。全明星本周蓝队休战，射箭及足球十二码 PK 赛黄队拿下，躲避球则是由红队胜出。你们还沉醉在上一场的失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。我看大家好像心不在焉，有吗？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笑，没有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我这个很笑态哦。Yellow Chill 这周太鬼了，继郑敬星 and 彭尊，黄队已经连拿三座 MVP 啦。当他光芒照射，射进射进射进我心海底下。多谢各位喝彩，加油！观察员注意啦，黄队也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节目四季以来首位女队长，基本就是希望她在团练的时候她一定可以到，然后她可以掌握每个队员的状况，然后每个队员也可以相信她。壮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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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壮。那我们队长就选出来了，那队长就是壮壮。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。我的表现不是最好的，但我会把我所有的力量给我所有的队员们，然后不管是牺牲我自己还是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们是最棒的，然后我也都用尽我全身力气相信你们。好。